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分台全接觸的環節。這一節嘉賓請來郭 Sir 和我們解答一下現場客戶的問題。郭 Sir 你好。是你好。今天接通了的分台分別就是有鰂魚涌的，同事方面就是 William 的。William 你好。Hello William， 見到個市咧，係啊，見到個市咧，晏晝翻到嚟咧，突然間抽升咗咁多啊！現場客户方面咧，係咪都開始興奮咗好多咧？我都有問過下佢哋嘅，咁佢哋都係咁答啦，即係就算見個市咧，暫時即係都升咗咁多啦，不過始終大陸都未開市咧，咁佢哋都係想，譬如聽日睇埋大陸點樣啊，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咩再有啲咩突發好消息？嗰時佢哋先再決定入唔入市咯。Okay. 不過佢哋都即係都開始預備嘅啦。都審慎啲嘅。咁我哋第一位現場客户有啲咩股票問題啊？係啦，咁第一位現場客户就黃生啦，佢就想問一問只6566睇嘅。係，好嘅，等下。喂，黃先生你好。係你好。係，想問只復星國際係咪啊？係啊係啊係啊。有冇貨㗎？咁就冇啊，因為咧，真係。miss 咗個供股個機會啊！但系咧，而家個價升咗咧，都仲供唔供得過啊？因為見咗派佢唔喐咧，我諗住都冇乜折讓，咁可以等下先至買啦。點知哇，一即係供權一出已經開車啦，係啦。是都見到早前就宣布一個大比例的公股啊，基準就是每500股獲發56股公股啊，咁發行咧8.67至到8.71億股啊，佔公司發行股本大概11%，每股供13.42，而家個股價已經去到14.76啊，今日升咗3.7%啊，咁郭 Sir 你仲建唔建議去公股好呢？第一五百股供56股咧。我聽一次我就話一次噶啦，你500公50，即係10公1，咁咪齊齊整整好計數咯。你咁樣搞法咧，人哋好難計數噶嘛。不過唔緊要，有兩個方法去處理。第一，你一定要照供，因為最緊要咧就係復星咧已經係舊年開始進入收成期噶啦。咁啊，依一次嘅供股咧，其實咧一旦完全明朗咗之後咧。如果市場嘅氣氛係回暖嘅話咧，佢上翻17-18係好容易嘅一件事啊！況且而家嘅估值都係11倍往績嘅市盈率啫嘛。咁啊兩個做法啦，第一你照供，一定要照供。第二，如果你話咧啊100公56，好似有少少碎股，唔緊要嘅，碎股啊低4.價可以買到啊。不過仲有一個方法就係話咧，我而家喺出面買一手啊，喺現價買一手，然後咧，譬如我當我有10,000，我就買1,000，然後咧我將嗰個股權咧。就賣咗佢，咁賣咗佢咧，咪梗係收翻少少錢啦，係咪？咁唔緊要噶，你13.42同而家14.76，梗有個差價噶嘛。咁你嗰個賣個 rise 嗰度咧，就賺翻個差價，然後咧齊齊整整就10,000股賣1,000，20,000股就賣2,000。咁當然知啦，如果你手上嘅貨咧係3,000-4,000股嘅，咁就難於處理啦。最好就5,000。有5,000股以上咧，就沽咗嗰手 rise， 就買翻一手500股，咁就嗰倉入邊就整整數數，就唔會擔心有咩碎股啦。其實都唔使擔心啦，你要賣嘅時間碎股一樣照去得到嘅。不過你500股即係56股，10,000股啊，即係變咗咧啊1,012股，咁條數就好難嘅，硬係覺得咧就係唔係咁舒服啦。不過都有辦法處理㗎。如果我有嘅話咧，我會將個 rise 賣咗佢，現價我就買翻一手，咁我就個倉啊齊齊整整。咁啊，你好似話買貴咗少少喎，咁你個 rise 賣咗出去都有個差價翻嚟㗎嘛，係咪？好啊，咁啊，阿黃先生可以參考下郭 Sir 嘅做法啊。麻煩你將電話交翻俾 William 啦。好，等陣先。喂。好啊 ，William， 我哋係咪仲有其他嘅現場客户有股票問題啊？是啦，咁就第二位咧，同第三位我都会代佢哋问嘅。咁第二位就会系阿陆生，系咁就陆生想问系啦，只1112合生元，咁佢见之前啦就有啲收购，咁会唔会即系对佢将来会有个股价表现会好啲？佢就想咁问一问。好啊，咁見到1112咧，的而且確9月中嘅時候咧，就傳佢以超過15億澳元啊，就係買斥資77億嘅港元啦，就係買 Swiss 嘅維生素業務啊。咁18號嘅時間咧，就復牌曾經咧飆超過20%嘅。咁而家個股價咧就立少少啦，喺個10天線嗰度企穩咗喺度，做緊15.34，但係今日升市咧，佢都唔係好喐喎。郭 Sir 點睇呢只股份咧？嗱，佢個本業咧，其實嚟講就以往咧曾經亮麗過一段時期。因為
奶類嗰個奶粉啊，喺中國市場咧需求大得好緊要，冇辦法啦，自己國家生產嘅奶粉咧發生咗三聚氰胺，令到咧就大家對佢冇曬信心，所以一啲即係外地牌子嘅奶粉咧就比較吃香。咁啊，呢一次咧佢嘅收購咧，其實嚟講有少少隱憂，15亿澳元係咩銀碼咧？15亿澳元咧，相當於咧佢差唔多佢本身嘅總嘅市值噶啦。你用咁龐大嘅資金去收購一個健康嘅產品，嗱，首先嚟講，產品喺內地需求係好大噶。健康產品咧喺14億人口嘅中國裏邊咧，未來嘅發展空間咧係的確係可以係睇得比較好啲。但係集團呢次動用咁大量嘅現金去收購咧，咁啊一定難免係舉債噶啦。咁啊可能咧擔心咧遲啲會唔會有批股啦、會供股啦等等不明朗因素。咁啊所以咧一陣嘅抽升之後咧，暫時大家就比較理性少少。不過當然知啦，如果你話，本著一個投資的心態，你預咗心理準備，佢真係會係批股又好，供股又好咧，其實你係可以應付得到嘅，咁啊問題唔大噶。我係睇基本因素，以往績嗰個奶類嘅業務嚟講咧，市盈率得翻9倍，呢個唔算係特別高噶嚇。咁啊，未來嗰個健康嘅產品喺內地嘅市場咧，其實個需求大得好緊要。其實有啲數字出咗嚟啦，未來中國啊、內地啊年長嘅人啊，是越嚟越多噶啦，咁啊，你知道啊，後生啊搏命揾錢，啊揾到錢嘅時間，梗係身體健康緊要噶嘛。但係年紀大咗，咁啊身體健康一定係出現啲問題。咁啊，大家希望咧係保養做到好啲，咁啊食翻啲健康嘅產品咯。所以啊，未來嗰個發展空間或者個市場嘅發展空間係相當大噶。唯一嘅隱憂就係咧可能會有集資嘅需要。如果你唔介意股價係比較係整固反覆嘅話咧，買啲擺喺度冇相干。不過當然知啦，佢唔係成分股，亦都唔係焦點股。你暫時要太大嘅升幅咧，我諗好難啦。市場嘅焦點而家去咗邊咧？跌得多嘅，例如好似咧啲博彩股啦，跌得多嘅，例如石油股啦，甚至乎跌得多嘅內銀股啦，等等等等咧，都有啲回補嘅買盤喺度不斷咁樣係扶持住。咁啊，可能咧就暫時嘅勢頭咧，都係咧一啲早前俾人沽空得比較犀利嘅股份咧，而家先至會走勢比較亮麗。相反嚟講，冇乜人沽空嘅股份咧，股價咧就實比較慢噶。你好似中移動啦、長和啦、騰訊啦，冇乜人夠膽沽空噶嘛，咁佢股價咪唔喐咯，係咪？咁啊呢個明白呢個點嚇？嗯，明白。咁好啊，你聽聽 William 咧，係咪仲有其他嘅現場後有問題啦？William 啊，係咪仲有一條問題㗎？係啦，仲有一條就會係阿邱生問嘅。咁啊，邱生佢就想問一隻1177。中國生物製藥，係啦，佢就話即係個業績就第一季都增長得好犀利啊，咁睇下之後仲 keep 到咁樣。嗯，好啊，佢有冇貨㗎？你知唔知？價錢買好。啊，仲未有貨就想吸納呢只股份啦。咁中國生物製藥咁睇翻對上一次咧，就8月份嘅時間公布咗個中期純利啦，9亿2800万元啦，按年係升咗46%啊，派息有1.5仙嘅。咁郭 Sir 呢位現場客户咧就係邱先生想問啊，好冇吸納呢只股份9.73嘅時間。增長得好犀利嚇，半年啊賺咗0.08每股，即係全年我當你下半年啊賺多啲咁多啦，2毫子啦。當你頭搭尾啦，4毫子計數啦，咁而家市盈率咧相當於大概22倍，咁啊唔算特別貴，因為一隻股份如果你出現到有成几十%嘅增長咧，市場咧可能俾緊咧25到30倍嘅市盈率，甚至乎更加高添噶。咁啊，唯獨是咧就近期嚟講咧就唔係太大嘅焦點擺喺呢個板塊。頭先我講咗啦，一啲俾人沽空得比較多、跌得比較多嘅股份咧，而家有回補嘅買盤不斷咁樣係密密咁樣買。相反嚟講，冇乜沽空嘅股份咧，走勢咧就隨市而行嘅啫，唔算特別貴噶啦。一個月嘅高低位都係10.01毫6同埋9蚊，咁事實上一年嘅高位都係10.02毫6啫嘛。咁我做翻少少風險管理，始終嚟講喺個高台啊嘛。近日嚟講亦都升咗唔少啦。咁啊，以9蚊嚟做個指示，咁啊唔跌穿啊，梗係唔需要擔心啦。呢一陣係7.幾元上嚟噶啦，最高去到10蚊，即係話換句話嚟講，呢個咁嘅反彈咧已經行咗成40% 噶啦，所以咧做翻少少風險管理比較好啲。跌穿9蚊嘅，你就要睇睇自己嘅防守能力同埋能耐啦。唔跌穿嘅問題唔大噶，不過初步嘅阻力咧喺10.02，即係有少少上網空間，暫時唔多。但係9蚊一旦失守咧，情況就比較麻煩。況且喺嗰一刻嚟講咧，可能連條50天線都跌穿埋，咁啊梗係令人擔心啦。順帶一提喎。恆指咧翻上10天、20天線樓上啦，而家等機會上破50天線，但係佢咧一
早啊，十二十天線已經係翻上五十天線，即係佢本身嘅走勢咧係強於大市，直到而家都係嘅。嗯，好啊，咁 William 麻煩你同邱先生講翻聲咧，即係要做好個風險管理，做個指示啦。咁時間都差唔多啦，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。好，唔該曬，多謝，多謝主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咁再又同郭 Sir 做翻申報啦。咁郭 Sir 頭先有冇持有啊啱啱講過嘅股份咧？冇嘅。好，多謝曬你嘅分析。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其他嘅直播環節，陣間再見啦。